这个是我们正规的啊、哦，你顶住，你这个只能用顶住的，这样顶住。好，来，我来。先按解除水，好，让他开始吧哈、哦，因为这个是他们专业的，他说这种要先温桶，温桶的时候把它里面温度升高，好，会减少它里面的降温，啊，同时也会冲洗。你可以拿一下那个重量，就是稍微离开了。感觉一下那个重量，好像学姐讲的那种感觉。对，好，暂停。好，来 ，OK， 好，已经拿到足够的水了。